现在我们有一个特别的项目。特别的项目。就是我们要为你庆祝你成功扮演你的六场演唱会，做一个 celebration for you。OK。
次回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有还有这样的机会，就觉得说希望大家不会忘记今天，然后我也不会忘记今天。你们的礼物呢，我会一个一个看，我谢谢你们。然后，希望今年2007年会是更好的一年，好不好？希望你们在自己的学业跟工作上面都可以顺顺利利。所以，不要因为这是我去忽略到你们的工作跟事业，跟那个学业，好不好？一起加油，谢谢，下次见。